还是得再使把劲儿，包括大家很多的表情还是要再用一点心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好，这首歌才能更好。同意。好吧，好，然后那个咱们就先一个一个来吧。我现在解放天性了，我跟你说。来那学子医生来吧。五六七，我也不是偏要喜欢你，千万别问可不可以，可以靠近我。什么？考验张宇还是考验徐子英的？我鸡皮疙瘩。我觉得是成功的吧，因为我头皮发麻。你心动了吗？发麻，就说炸开。张宇发型的由来，找到地方了啊！那接下来许昕雯来。啊！你这是在为难我胖虎。不要撒娇。你就只看着我，其他人不看。可不可能嘛，那一堆脑袋在那里就是这样的。戴燕妮刚刚本来想躲起来，露了个眼睛出来，眼睛又大又亮，别想躲过我的小眼神。魔山躲你就看我。我靠着该睡着，当你指尖穿过我的发梢，微风也吹动手中羽毛。我自己都起鸡皮疙瘩了，来吧。是那个起来那个动作是有进步，但是你下去时候有点僵硬。左卓，你给他下去一下。哎，看到了吗？就是你不仅要摸它，还要感受它。对，你要感受它。你现在就是那个叫空气触碰。你真真正正的去碰你的那个腿，然后不要去碰空气，破腿，哎，对，破腿的感觉，一种破腿，对，起来，冒泡，起来，冒泡，对了，成功了。第一天的老师课上完以后，燕妮一直在帮我找状态。你真的不油吗？我就是鸡皮疙瘩快起来了。你现在要多一点东西，你是 C 位。就是这样的人会比较适合当队长吧？对，他会有自己的压力，但是他不会因为这个影响到任何的进度和流程。其实也改变了我自己，这是我4年表演课我们老师都没有做到的东西。